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。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 PayMe、 Patreon 转数快缴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咁由于嚟紧嘅7月1号呢，就係、是即係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啦，咁其實根據歷史咧，即係呢個中國共產黨建黨嘅日子或者成立嘅日子咧，就有好多種講法嘅。比較相近嘅咧，就係講係1921年嘅7月20號，咁喺上海嘅蒲柏路一間女子私立女子學校就舉行呢、這、一個即係第一次代表大會，亦都係成立大會啊。咁啊，後來就佢定咗7月1號就係中共建黨嘅日子。咁香港主權移交咧，亦都係7月1號嘅。咁今年7月1號咧，民陣因為基於即係被警方質疑佢嘅就唔係一個合法社團啦，係嘛？冇註冊嘅一個社團，咁佢一路都冇註冊嘅咧。佢嗰個係一個聯合嘅組織，係一個 alliance 嚟嘅啫嘛，大佬係嘛？咁屆時你唔搞佢，而家搞佢啦。咁所以佢就。咁而家臨時召集人咧就阿輝哥啦，鍾松輝啦，嗰陣時我哋社民連，我社民連時代嘅即係發起人之一啦嚇。咁啊就係呢個民陣嘅臨時召集人啦，係因為個召集人咧坐緊監啊。咁民陣今年咧就唔辦呢個七一遊行啦，唔申請。咁啊社民連同埋另外兩個民間組織咧就入咗紙啊，要申請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七一遊行啊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姿態一個動作嚟嘅，即係你民陣唔辦，咁你總唔可以冇人去申請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社民連啊，同另外兩個民間組織咧，就去申請呢次嘅遊行。咁但係個結果大家都可以即係估到㗎啦，係咪？所以今年七一亦都唔會有遊行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七一亦都係香港主權移交啊！24周年啊！咁我今日咧就錄咗個 promo， 就係宣傳呢、這個七一我哋上架嘅歷史在笑第二輯《容共與清黨》，呢、這個係全新製作嘅一個版本啊，經過剪接係嘛，同埋配過一啲新嘅圖片，再加上字幕。咁喺即係配字幕嗰度咧，就辛苦好多義工啦，佢哋真係做得好辛苦嘅嚇。咁啊，因為總共有50幾集，每集1個鐘頭。咁你話1個鐘頭嘅字幕要幾多字咧？係咪？好長嘅，基本上係係咪？咁即係有時我噏嘢可能噏錯咗啊，咁佢字幕嗰度都唔知點搞啊，咁唔係有啲人名啊等等啊又要查啊咁樣，因為講歷史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7月1號咧就會出呢、這個第一集，以後就一個禮拜兩就出兩集嘅。嗱，我哋嗰兩集其實即係一集，我哋就將一集咧就剁開佢，即係三即係一集一個鐘頭，剁開佢半個鐘頭一集咁樣，即係咁變咗過百集噶啦。咁啊七一開始播，你喺 YouTube 可以重温係嘛？咁啊喺我哋My Radio 嘅頻道你又可以睇到啊，即係總之七一。個時間咧就會公布嘅啦，應該係禮拜四嘅。咁而家就我就希望咧就做多日，即係話你將嗰個一集裏邊咧，本嚟佢係一個禮拜播半個鐘，咁而家我希望都係播一個鐘，咁就分兩次播啊，一個禮拜分兩次嚟播咁樣，咁啊半個鐘頭大家就可以消化得到啦。如果唔係，一個鐘頭你僕住喺度睇，屌你真係你冇癮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咁但係而家配咗字幕咧，可能又會好啲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温故知新，歷史沒有如果，只有教訓。咁我今日就寫咗一段promo， 即係我要錄一段聲帶嚟去做 promo 嘅啊。咁啊寫咗一段嘢嘅啊，嗰段嘢就咁樣講嘅啊。1917年10月俄國革命成功，嚮往共產主義嘅青年
毛泽东话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，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，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，走俄国人的路，这就是结论。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目的，不惜勾结外国势力，走俄国的道路，那是不是勾结外国势力呢？走俄国人的路，这就是结论。这个毛泽东讲的，那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共产党，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，是吧？在第三世界，第三国际，sorry， 我刚才那段读漏了一段。在第三国际的组织和支持底下，就是这个第三共产国际，也都是这个苏共控制的。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，正式成为俄共的附庸，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。那是不是勾结外国势力呢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的目的，不惜勾结外国势力，俄共开始渗透分化中国国民党，因为他用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，根据这个即是孙中山的联俄融共政策，颠覆国家政权，实行武装革命，即是恐怖主义活动，分裂国家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即是说现在在港区国安法讲的那四项罪名，涵盖这个所谓分裂国家、颠覆国家政权、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项。啲人话唔够，因为23条讲紧系七项，所以23条都应该要立法。咁唔通立两套国安法啦？23条都系叫国安法噶。当年喺03年嘅时候，大家唔好唔记得，即系拆鞋仔门、奴才门啊，唔好唔记得系嘛？李家超做呢、即系政务司司长之前，即系几日曾经讲过要为23条立法。淨係國安法都唔夠，所以就有司長做啦。歷史係咪沒有如果，只有教訓咧？我而家講嘅係共產黨啊，喺1921年成立之後，直至到1949年，1921至1949年呢28年，顛覆國家政權，勾結外國勢力。分裂国土，搞恐怖主义活动，结果差不多100年之后，将这四项罪名加诸香港人的头上。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一年，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，2020年7月1日祭出。国安恶法，党国体制极权统治取代一国两制高度自治，扣陷罗织，分裂国家，颠覆国家政权，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名，滥暴滥告，赤色恐怖笼罩香港。写了一段这样的东西，那想起那个就是宣传嚟嘅，我们重新制作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节目，还原自民国11年冬天中国国民党开始联俄容共，到民国16年即1927年啦，春天全面清党5年间嘅历史真相。呢、这个就系中共喺莫斯科指示底下施行分化与破坏，造成国民党激烈嘅内讧，导致分裂嘅悲剧，甚至喺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。搞武装农民革命，杀人如麻，使到中国出现严重的危机。其后孙中山的继任人蒋中正铁腕清党，使中国当时不至沦为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。这个就是
今日寫咗一段咁嘅 promo 咁啊，因為要有字幕啊嘛，咁啊等阿 Nelson 啊容易搞啊。